者吴佩桦台北报道，三星最强终结 A8-2018 手机日前发表，台湾详细开卖讯息尚未公开，业者抢先公布，找来国民暖男刘以豪代言，在广告中化身痴汉，让刘以豪连忙解释是有质感的那种哦。刘以豪已经棚拍摄完广告，化身超内向的办公室男孩，暗恋女主角不敢开口，只好一直假装自拍，其实是偷偷捕捉女主角的身影。被问拍摄感想，他笑说，我觉得自己好像痴汉，不过又立刻补充是有质感的那种。但广告中的最大挑战，刘以豪竟然说是自拍，一直不断疯狂的自拍，根本要把我的年度自拍额度都用完了。单身多年的刘以豪也透露，广告女主角的个性古灵精怪，刚好是他喜欢的类型。我跟他在工作上有蛮奇妙的缘分，常擦肩而过，却一起勾手走过红毯。这次初次合作广告，相处起来觉得很舒服自在，即使是近距离对看的剧情也不会觉得尴尬。不过他大卖关子，要大家先看广告花絮，猜猜另一代言人女主角是谁，耶诞节就会公布正确答案。刘以豪代言三星 A8-2018 系列手机，三星提供。刘以豪在广告中一直自拍，其实是偷偷捕捉女主角的身影。三星提供。刘以豪在手机广告中化身超内向的办公室男孩，暗恋女主角不敢开口。三星提公。刘以豪在广告中一直疯狂自拍，其实是偷偷捕捉女主角的身影。三星提供。相关影片截取自 YouTube， 如被移除请见谅。